郭总裁，我是台风营造的董事长彭耀武。彭董事长这个大客户啊，我是一定要清楚的。通知总行的经理，专案处理彭董事长的贷款。看起来要外久这只大船就要离港。委员，啊，你不是得要出国？啊，不过我改明仔再请假。你资料是看煞未？明仔要先开会讨论一下。明仔是阮爸的生日，阮开个会啊，已经安排要去旅行啊。你若是感觉你的家庭比事业较重要，那你先发甲别人合作就好啊。现金的支票，你当随时拢去你的口座的，我无欠你一千五哩。你会当用伫个别个所在，就是卖用来生活，好若无代志会愈来愈复杂。原来阿敏达阿姆，伊就是彭耀武当年讲迄个无缘的。庄菜，你来啊！你想要摕到我的合约，一杯茶还是点心拢无准备，你敢是你的待客之道？我已经想到了，哎呦，我感觉头晕。行啦，来看医生啦。好啊，你慢啦。我不来了，我不要起来了。就顾不来维云到吃饭啊，我就是黄爸白吃老菜。我是想要跟爸玩一个小小的寻宝游戏啊，这锅具哦，全部拢藏在厝无同款的所在，还麻烦爸给找出来哦。妹啊，你来伫遮，你就是我姐夫的结拜兄弟，你的身躯哪会到这呢哦？这阵年来，我真正就是要亲身跪伫个政府的面头前来个忏悔，来个悔失的。你个死了以后啊！我搞得这么大团面包耶！